屋、厨房、新明嘅阿红切菜，背后坐学行车嘅子欣行出厅。阿 B， 唔好行咁远啊！行咁远我听。雪柜顶煲紧粥，子欣行埋去拉电线，电饭煲倾泻，子欣烫伤。我叫咗你哋唔好生噶啦！我哋咁样开眼都凑唔掂啊！我系咪唔应该做人阿妈？标志东方影业本地制作，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创意香港，子欣身穿中学校服买餸回家。买咗啲嘢，我哋行得噶啦。去边啊？我哋赶住去救命啊！探访失明朋友，欣真系好乖嘅。咁佢有眼噶嘛？朋友个仔有眼疾，边个啫？母女争吵，系你个女，但系我唔系你袋入面啲盲屋作啊嘛，唔系你随时想攞上嚟用就得噶嘛。我唔揾你帮我，唔通我揾边个人帮咩？佢会问点解个女唔帮我？我点讲？阿红喐手，子欣挡佢。好难喺呢个屋企出世，我有啲假啦。子欣忽就而去，两夫妇雨中通街揾子欣。媽咪係女大噶啦，我哋要放手啊！讓我好驚，佢有自己嘅世界，只有我哋。字幕真人真事改編，主題曲襯托。表演台上，阿紅著晚裝表演，失明嘅丈夫國強口琴伴奏，台下子欣影相。喺病房，子欣引導父母雙手觸摸油畫。国强入手术室。而家如果我做手术咧，咁啊头晕。出边我啲工友点算咧？佢哋点似得我咁好彩，有个开眼个女可以照顾。母女挺身争取。我哋尽力争取嘅，唔系咩万人福利啊！我哋只系要一个合理嘅待遇，同埋少少嘅尊严啫嘛。子欣嘅成长片段，童年时陪爸爸摆地摊，少女时期一家三口郊游，带妈妈摸树枝，帮爸爸按摩肩膊。多谢你哋送咗对又大又健康嘅眼睛俾我，等我可以带你哋睇真呢个世界。母女携手缓步跑，电影《一路同行》，领衔主演魏英雄、吴岱融、吴千语，编剧及导演朱凤娴，即将上映。随时随地口述影像，香港盲人辅导会全力推动口述影像版本，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，创意香港全力支持。